人啊，要学会知足，要学会平衡，否则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快乐。如果你现在有机会重新再来呢？什么意思？我想带你走，安娜。我们白白浪费了20年时间，我很心疼。可是，一想到我们也许还有30年、40年，甚至更久，我就不后悔了。什么意思？跟我走，去美国。我在那儿现在一切都稳定了。你可以干你爱干的一切事情，学习也可以，在家里待着也可以。我在学校里面教书，如果你想继续你的学业，在我的学校里选课是免学费的，你可以一直的学下去。怎么行呢？我都这么大了。你才多大？美国学校里须发全白的学生都有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凭你的基础，凭你的聪明，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再说，还有我。不行，孩子们怎么办？孩子当然带着，孩子在国外生活比在国内好。多多很聪明，他现在成绩不太好，可能是教育体制的问题。换一个环境，我想也许能够把他的特长发挥出来。中国的孩子到了国外，基础都要比国外的孩子好，语言抓一下，他们适应的比我们还要快。女儿就不用说了，女孩子在西方社会比男孩子更受欢迎。安娜，只要你愿意，两个孩子我们都带走。你放心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对他们一定会视如己出。不行，不行，这样对小王太不公平了，是时代的错，不是他的错。况且孩子就是他的命，老婆可以不要，孩子不行。你要是把孩子带走，那不是要他的命吗？这当然不是他的错，他是好人，可好人不等于好的爱人。安娜，你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知道这对王贵不公平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儿子留下，我们带女儿走。我都40多岁了，还奢谈什么爱情？从生理上到心理上，爱情已经离我远去了。算了，好好过日子吧，又不是看电影，还想改变剧情啊？爱情，在什么时候谈，都不会太迟。如果自己都不想争取，电影还能有什么剧情呢？我没想过，我觉得太突然了。这不突然，安娜，我已经等了20年，什么都不要想，现在就答应我，说好。月底走，还有6天时间，你可以慢慢的跟王贵说，必要的时候我去说，我不想伤害他。如果他有什么要求，我一定会答应，尽我所能。这2天我就不过来了，你好好跟王贵说，
周四早上，我过来看你。 走了一路，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？刘波回来了，他来看过我。你呀，小时候吧，长了一张聪明的脸蛋儿，人呢可傻乎乎的，不开窍。那时候傻子都看得出来，刘波喜欢你。 就你自己不知道，我到现在还记得你说的那句话：“他们家都是兄弟，没妹妹。”<笑>那时候人单纯啊，不像现在这电视里一天到晚在放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再小的孩子都学会了。你呀，凭着你的天资，你只需要一只眼睛看世界。可你当时问我。 那我另一只眼睛干嘛呀？我岂不成了独眼龙了？你说你傻不傻？杨老师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以前不敢，现在我能问吗？问吧。您为什么一直不结婚？难道他真的值得您孤独一生吗？ 我的家呀，在沿江的一个大城市。为了追随他的脚步，我历尽了千辛万苦才调到这里来教书。你记得那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，说你母亲为什么非要从上海到这个城市来，害得你一辈子都回不了上海。你还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回答你的吗？ 有爱人的地方，就有你的家。对，一个城市，不论它多大、多繁华，多么充满了诱惑，如果这里没有你的所爱，它拴不住你的心。刘波也说过，他的心在故乡。 当年我的男朋友分到这里一家大型化工厂，后来的事儿你听说了。在一次做化学实验的时候，意外身故，从此我就一个人过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他留给我的财富。 够受用一生，要一生吗？爱一瞬间，却要用一生去演绎，这才叫爱情。可是，你没有结婚，没有孩子，您不觉得这一生有遗憾吗？<笑>不遗憾，我有你们呢。我第一眼看见你就把你当成了少年时代的我，懵懂无知，却带着天生的灵性。
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就在这儿，我带着你们拍莎士比亚的戏，偷偷摸摸的。那时候啊，你和刘波就是我心目中的金童玉女。所以，你猜猜我们插队的时候，让我把另一只眼睁开是吗？是啊。我想我再不说的话，也许你一辈子都不会懂。那刘波呢，只会坐在我的床前叹气。 是他求您的，哦，不不不不，是我自己，我怕你们像我一样的错过，哎，还是错过了。人生的轨迹呀，事先谁也没办法定。如果有机会重新走过呢？我不反对。你还爱他吗？ 那就跟他走。我这两个孩子怎么办？留给他爸爸，你还可以再生啊。不行，再生多少个都不能替代安安和多多。而且如果他爸爸以后再去怎么办？这两个孩子跟着后妈，我肯定放心不下。 你确定你还爱他吗？我认为，爱是不管不顾。想想安娜·卡列琳娜，想想她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爱了。所谓的爱情。 你跟他说了吗？喝茶吧。喝红茶还是绿茶？啊，我不喝，谢谢。我这有安徽的名茶黄山毛尖，您甜的，我看这个茶可以赛龙井。这么好啊，那我就尝尝。你跟他谈了吗？ 什么疼吗？我来。你跟他说了吗？那个，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？还有什么没带的？要不要我帮你买啊？我这次走啊。 什么都不打算带，空着行李箱，把你塞在里面，省我一张飞机票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还不值一张机票钱吗？安娜，我一回去就给你们发邀请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再回来一趟，然后就接你和孩子走。孩子的事情，他是怎么说的？瞧你说的。 哪有这么快？
就像那个美国政府跟你家开的似的，说走就走啊。安娜，我等了20年，这已经是很慢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让你看一样东西。孩子们的相册，这张是安安100天的时候照的，当时小王在员外。真小啊！他早产，可不容易带了，所以他现在能长成这么大，我都觉得是个奇迹。这个是他抓周时候照的，这个是苹果，这个是树。为什么要抓这个呀？他自己抓的呀。第一次抓苹果，第二次抓书，所以我说嘛，现在一点都没错，好吃好看书。哦，这个是小王带着孩子们在逍遥津玩碰碰车照的。哦，这是小子吗？嗯。那个时候那么凶的，眼睛瞪得那么大，我觉得现在知道害羞了。我一摸他的头，他就跑。嗯，这张是女儿跳小天鹅时候照的，这张照得特别清楚，你发现了吗？当时呀，他爸爸激动坏了，头都贴到舞台上了，所以这张最清楚了。这个呀，这个是我妈70大寿的时候全家福，这是我大姐，这是我大姐夫，小王手里抱的是他们的孙子。为什么男同志抱孩子，应该是女的抱才对啊？没办法。小孩就要他，小王啊特别有孩子缘。哦，这张是他第二次出国回来以后，我们一家到上海的虹桥机场接他时候照的。这是小王带他们玩海盗船照的，这张拍的不太清楚，因为我拍不好，那个东西一直在那儿晃，我害怕，每次都是小王带他们玩。刘波的话开始少了，他的眼角流露出一丝无言的哀愁，他有非常不好的预感，昨夜梦里的倾盆大雨现在浇落到他心底。安娜，你的20年我都已经看见了，非常清晰，可是我的20年你没有看见，我现在给你看看。这就是我的20年。仅此一张。我下放的时候带着它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就算是为了安娜，我也要活下去。我到北京读书的时候也带着他。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可我什么都没有，不能给你好的生活。累了，我就看看这张照片。到了国外，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你在这里和儿子女儿一起欢笑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泡在实验室里。半夜里，我就对着这张照片说说话，想一想，在遥远的地方，安娜在做着什么。安娜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知道这很土，也许你听过很多遍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。安娜，我欠你20年的时间，我会用以后所有的日子来补偿。可是没有你，我很孤单。我一直都想忘记你，
我也没有做到过。你知道，一个人用20年的时间想念另外一个人的滋味吗？ 安娜的脸极其安详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，眼眶里荧光闪动，胸膛里却是一种钻心的痛，生离死别的痛。一边是她一生梦想的爱情，一边是她如呼吸般缠绕不息的家庭，一边是未来美好的光环，一边是现实的平淡。 安娜非常想将自己的头靠在涡轮司机的怀中，但她坚持着不去。她不能让这一拥毁坏她下了10000次决心才做的决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。人生就像一条河，只能奔走向前，不能回头。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踏进不同的河流，也不可能拥有所有的幸福。记忆失去，就让它随风吧。他不同意你把孩子带走，他不愿意和你离婚。 刘伯，你还记得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：什么叫历史吗？历史就是那些被人记住的人和事。对，被记住的人和事，你就是其中一个。我已经把你收好了，在这儿的一个角落里面。 我希望等我老的时候，能够一个人悄悄地翻开它，看一看。仅此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16岁，你17岁。 结婚的时候，我26岁，你27岁。结婚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肝肠寸断，想着和你认识的10年，就这样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。我的生命少了10年。很快，我有了老大，有了老二。 调动了几次岗位，从孩子爷爷终老这一晃又是10年。现在你突然来到我的身边，让我把这十几年的记忆全部抹去，让我把孩子的成长、丈夫的变老，让我把一起度过的难关通通的抹掉。我做不到。我一直希望我的人生是一本可以随手翻看的相册。 是一部不动的纪录片，在这儿我能看到我的孩子们从小宝宝一直到长大成人。等我老了，我也有一张全家福，中间坐着一对老头老太，那是我跟小王，孩子们的爷爷奶奶，边上也像我母亲的全家福一样，高高低低的站满了孙子孙女儿。 刘伯，我不能在每次倒带的时候只看到空白。就是说，我和他相比，他更重要，是吗？
现在是遏制，还是保障？你不是说，女人遏制的时候，大脑不听使唤；女人保着的时候，大脑不想动弹。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，要不然，我改日再来吧。 七十多分啊！我告诉你安安啊，下次考试要是再不上90的话，我把你所有的小说全给你收起来，一本都不给你留。
安娜的角色转换很成功，脸一拉，母亲的感觉就回来了，不再是20年前那个一无所知的柔弱女孩。好胖了，爸爸，爸爸！哎，呀，别碰，别碰我手呢啊！哎呀，站了一天了，一口水都没喝，哎，快！啊，行，别帮我打开。哎，好了，走，去，跟姐姐把桌子搬起来。慢点拿啊，不要夹着手。怎么样了？哎，好了啊。哎，你做的饭呢？啊，哎呀，我忘了。算了，我来，我煮面啊，很快。哎呀，连后勤工作都搞不好，干脆退休算了。哎，再加点水吧。哎，够。哎呀，叫你加你就加了，什么够了呢？你也不能再加了呀。废话，你帮我包呀。加啊，别怕。安娜包饺子是受罪，她是上海人。跟王贵以后，两个人中和，家里的菜不咸不淡，口味不北不南。某天，王贵突然想起乡下老娘包的偏食，口水直流。安娜不服气，想自己一上海大小姐，搞吃的还搞不过她乡下的娘，遂跟自己北方同学现学，但没学地道。满桌子面粉，饺子皮也擀得不利索。尽管这样，我们还是很快活。吃饺子在我家是件大事。饺子来了，尝尝你妈包的饺子啊，快吃吧。来，我给你夹。哎呀，好啊。你那个狐狸骚是不是今天走啊？嗯。爷，你咋不送人家呢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呐，无情无义呀！啊，送一送能怎么地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叫买卖不成仁义在。哎呀，那个屁都不放。你说话呢？饭都堵不住你嘴啊！送什么送啊，来看看不就行了？真搞个18相送，最后把你老婆送到美国去，你就高兴了？咦，不可能啊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你哪儿也飞不了了。哎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叫没结婚的女人是燕子，哎，自由飞翔。结过婚的女人是什么呢？是鸽子，到点就回。有过孩子的女人是什么呢？是鸭子，后边跟了一大串。你看啊，你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后边还有个我，你还肥玫瑰，你咋不说你肥我去的赞比亚呢？赞比亚。笑，要不是你们这两个小讨债鬼，还有你这个老讨债鬼，我不知道飞哪儿去了。飞埃塞俄比亚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
小王，你说，从你认识我到现在，你好像都没有讲过一句“我爱你”吧？啊？嗯，你说，你爱我吗？哎呀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哎呀，我问你。嗯，是什么意思呀？嗯，就是。那不行，那心里有爱，就要说出来。咦，我的个娘啊！都七老八十了，怎么谈论这个话题了？睡觉吧，明天还有课呢。不行，你要今天不说，我就不让你睡。哎呦，我的娘啊！哪有你这样的啊？强迫人家说爱，还不说不让睡，什么世道？那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嘛？你讲一讲，怕什么嘛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讲。哎，爱什么？呀，还不中啊？嗯，爱谁呀？我要听一遍完整的。我的老天爷呀，爱是不需要说的，爱是需要做的。安娜到现在都没有讨到王贵一句完整的“我爱你”。下午校分房科有个分房的会议要参加，记得要让你们系去出席啊！啊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。王院长。啊。哎哎，小刘，小刘，那个上一次你组织他们出去春游的那些发票报了没有？没报吧？你赶紧回去整理整理，找我来报销啊！知道了，我就去整理，太忙了没顾上。好。王院长。哎。我找你半天了，还特地跑到你上课的地方来，结果你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哎呀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？还彩云追月？签字呀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手，通不出收来呀。走，办公室去啊！办公室，办公室。怎么样，小花？家里都挺好的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哦，好，好。这个呢，我先暂时不签，我跟另外几个院长再商量商量说，好吧？好的。啊，你把我签的这份呢交给刘主任，让他来定夺。啊，啊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封信，水银过来的。这个月的生产预算，我跟他说了，今天会给他，自然会给他。急什么急？安科长，
这么急的活，你一个人都干完了？啊，几个人干才慢呢，最后还是得我审，不如一个人干快。就是加了几夜班，这个颈椎现在疼得厉害。那我原先吧，这个肩膀吧自己可以梳头，现在就这样，就这样都疼。这样，哎呦，金钗，安师傅，您这个病啊叫五十肩，我妈50岁左右的时候啊也有这个病。那后来治好了吗？像针灸、拔火罐，反正中医呗，你也去看看。姐，像你们这么走，得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可看见早上我爸大包小包往家拎菜呢啊！切，我愿意，你管着吗？我弟，你就叫他二多子。黄瓜是切丝儿还是切片儿啊？哎，这丫头第一次带男朋友上门，你倒沉得住气哈。一声不吭的，问你话呢。看什么看？哎，这不是那个谁的信吗？你结巴什么呀？我没结巴，我这不是觉得奇怪，他好久没消息了，怎么突然来信了？他不是去那个英国还是去那个美国了？你给我看一眼。英国。这不来信了，说最近要抽个时间回来看看母校，先跟我这个老领导汇报汇报。什么老领导？老情人吧？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谈工作，怎么什么话一到你嘴里就成了男女关系了？你谈工作假正经，那有什么事儿，那直接写系里就行了，干嘛给你写信啊？我是系主任呢，他不给我写，给谁写？现在我说了算。你呀，就是心斜怪人影子歪。我跟他就是同事关系，什么都没有，真的。有没有你说了不算，得我说了算啊！好了，别看了，菜都洗好了，等你上灶了。慢一点。有位年轻的姑娘，送战士去打仗。他们黑夜里告别，在那台阶前，透过淡淡的晨。窗前还闪耀着灯光，远方心爱的姑娘寄来珍贵的信，青年心里多高兴，坚强，狠狠打击侵略者，战斗更勇敢，为了情。
美丽。